早上好，我们现在多伦多，马上准备吃 brunch。Hello。好了，说来尝一下多伦多的 brunch 有没有本科两个都合适。OK， 我点的是 avocado toast， 我点的是忘了的，反正是一个 bunny egg， 这种溜心蛋。然后你点的是？我点的是两个 egg。啊，就很无聊的这种，或者啊，没有，我在蒙特利尔，我在蒙特利尔吃的时候，我也是只吃这种。好，尝一下吧。他们这个。overegg 真的是 overegg， 真的是煎蛋。就什么？不是他们这个 overegg 就真的是煎蛋。平常是啥呢？它就是那种薄薄一层，一出就破了。那叫 sunny side up， 那个。sunny side up 就是它。大师讲一下，解读一下。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，它是，有一面有蛋清，有一面没蛋清，就只能看，就直接能看见蛋黄。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 over egg 的话，它是两面都有蛋清，都会被蛋清包住，就看不见蛋黄。这种呢，煎蛋就根本就不叫 over egg。感觉吃不完了，一盆。我觉得这家 brunch 没有蒙特利尔的好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有点过于简单。我们对这个不满意，然后点了一个特别网红的这个 New Zealand Toast。但我怎么感觉没有中国的？尝尝吧。总之呢，这家 brunch 不推荐，所以我们连名字就不想提了，就不打广告了。吃完了，离开了这家 brunch， 不好吃别来哦，大家。我换了身衣服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存个行李，因为拎着不方便。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好地方，免费存行李，就是 Nordstrom。不要忘记拿着收据，然后9:30之前就可以来这领箱子。这是男生们的天堂了，多多的天堂。给大家普及一下鞋，最近最新出的什么款比较火？火的款这玩意都没有卖的，都搜到了，可惜了。我们来到了鹿角 The Alley， 专门喝他们的奶茶，网红奶茶品尝会。你这个是点的是叫什么？这个是 Number Nine Royalty， 我上次喝的就是这个，特别好喝，有股蓝莓的那种 after taste， 好喝了。大家要摇一下哦。喝完奶茶，我们现在去接另外一个朋友。你们先说，要是朋友来多伦多，推不推荐来这儿喝奶茶？哎，还挺推荐的，还挺推荐，还行。还是可以的，就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但是那个 brunch 你有说吗？brunch 就不想再提了，就不提了，大家千万别去。分多之旅的最后一个成员，一档期吧。然后他今天第一顿饭居然选的是这个炸鸡，破败的炸鸡，浪费了一顿饭。来看一看究竟这顿饭是不是浪费的，检验炸鸡的时候。那个 MBMB 是跟是在这附近吗？你先说那个。对，先看鸡，还不错，比 KFC。我觉得这个炸鸡还是可以的。我们的 Airbnb， 哇，还不错。哇 ，No， 咱们是不是刚才认识的？别把东西放这儿，这是我的床。不戳不戳、啊、有都有，非常好，这个就不抢了。你们的房间客厅也很好，你们满意吗？满意。
嘿嘿，来，我看看外面的 view。这是我们的 view。哇！那边还能看到海。这就是 CN Tower， 哎呀，真的不错，太好了！快看，直接看到塔。吃饭前运动一运动，因为晚上要吃 K BBQ。有视频为证啊，大家视频为证。今天输的人随便点东西，随便点东西喝啊，要付钱。我们男女，我和瑶瑶，然后郑宏志和好嘞，好，就开始吧。加油！这个里面就比较算三块两块钱。第一个是你是吧？嗯。如果没打好就不要不要往下。打好了我就删了。我的去！我的去！这啥？你不是说会打吗？这尬了，尬了，尬了！加油，瑶瑶，我相信你。哇哇！我的个去！哇！第二个是你吗？又一个乌龙。哇，不错。收回，还行。Not bad， 这最后一局了，只剩一分钟了。哇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啊！来，最后的总分。多多这一局第一名，然后我总体第一，耶！所以今天是谁买单呢？买单，买单，买单！那我打保龄球还那么有天赋呢，这么有天赋？有。第一名实在没输赢。他也是第二局的第一名。那感谢感谢宏志哥。给我们买单，打完保龄现在又来打台球，这回是我张宏志一队，然后瑶瑶和多多一队，还打不打赌？我想打不打？好，打赌啊，谁输了谁付钱。今天已经非常期盼了，肉还没上，还没上，但是已经哇塞！你看这小菜，哇哇，爽呆了！来，走一个，耶！好喝，米酒香蕉味啊！瑶瑶的 kimchi jjigae 还不错，哇，这一勺满满的货！他们这的 kimchi jjigae 我觉得特别好，这个豆腐也特别入味，很好吃。这能翻了吗？没光照你啊，光照着我。来来来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好嘞好嘞。不是你。不要不要照我。不要你。再加一个。可以吃了。干酱。Whoever loses has to do it. 辣椒。这怎么我包着这个感觉有点像在包那个北京的那个烤鸭。对对对。
韩版。哇，我这一口有点大呀。这太好吃了，好吃。我想看你现场找一下你的糖纸。哎，我钱包丢了。哎，真没了。哎，我。哎，真没了。你想不想给我们看？我们要回去找我。我真的钱包没了。我钱包没了。哎，这也太奇怪，你们没开玩笑吧？是不是你们藏起来了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没有。有病吧，藏起来了，我们藏那边，而且我们藏起来的话，我们得就还得从你手里拿出来吧。那你最重要的藏起来。你能丢哪儿呢？你说。我不知道呀。哎，这个就有点奇怪了。哎，搞笑了。搞笑。你着急吗？嗯，不太着急。你有什么？对，你有什么代理的吗？有糖纸。有糖纸。有银行卡。银行卡也在里面啊。银行卡在里面 ，debit credit 都在里面。那你还回去吗？我那你咋丢呢？你说你丢了，哎，搞笑了哈，挺好。哎，你别搞我，像中学一样偷我朋友东西，然后说他丢了。偷你朋友东西？我们考 Uber。嗯，你拿一下电话，拿哪个电话靠 Uber？ 没有考 Uber， 是 taxi。靠 taxi？ 你靠 taxi？ 没电话呀。哎，哎，谁给我开玩笑？快拿出来！真的没有。你开玩笑？哎呀，你说那张糖纸重要吗？啊？你说那张糖纸重要吗？糖纸倒还好，但是我里面的东西改起来有点麻烦。所以糖纸不重要呗？不重要。哎，你给我偷了是不是？还给我！谁给你偷了？你给我偷了！你问这句话也不正常。真的没开玩笑吧？啊？没开玩笑吧？没有，我真没，我发誓，我绝对没偷他的。拿出来！我都发誓了。哎，那你这真的，我们现在不会开玩笑了。我都发誓我没偷了。哎、那你们给我放哪儿了？那你先说，你那张糖纸重不重要？不重要。不重要。给我！你个垃圾，给我！解释一下这件事情。我是不是说让你走之前好好检查你随身物品？你把那个卡落在椅子上，还是落在哪儿了？我是不是让你随身？然后真的丢了你拿了，你呀、啊！然后你丢在那儿以后，我们当时给你就是捡起来了，但是想给你个教训，让你记住。同志们，现在几点了？两点，早上两点。最后一波喝完了，喝的非常不错，没了，拜拜，晚安了，就回人便秘了。今天晚上小雨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，我觉得这个不适合在 vlog 上面说，就留个一个秘密吧。反正我做了一个很勇敢的举动，很勇敢，对，我觉得也很勇敢，真的很勇敢。行，就这么了，晚安，大家说个晚安。拜拜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偷的人，小偷就是他，小偷竟然是他们，亏我那么信任他们最好了，我给忘了，然后他们给我留下来了，太好了，里面有我很多很多的卡，谢谢你们。所以说，你说糖纸到底重不重要？你自己处置，对吧？这个东西让你自己弄，我在我弄的话，我肯定就是成罪人了。你来。哎，这个你还要自己弄，自己来。好嘞。晚安。晚安。拜拜。摄影师张无忌。说一句。这是啥？早上好。现在在找啥？叫宋百轩，宋百轩，我吧。最后一餐了，最后一餐吃完，然后就去坐车回蒙特利尔了，所以要好好吃。强烈推荐牛仔骨。
然后牛杂也很好吃。我们真的是点了一大堆，还没有上完好像。炸鲜奶，挺好吃的，不错。没啥好录的。没啥好录的。你们很苍白。看你们。鸭子。拉了。哎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我喜欢吃的就咸，比甜多的。我喜欢吃蛋黄的，对吧？好好吃，巨好吃。下车了，现在南美有地铁站，回去喽。